大家好，我是欧摩的，欢迎回到 Kimera Destroy All Monster Girls。 那我自己玩的时候把这边打过，因为一些莫名其妙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，所以就自己先把它打过。那这边有还可以走自己家，那先不要去。那我们要先走刚打通的通道，还是我觉得打个有王应该比较好玩，这看起来就是有王，来玩这个好了。一开始就错过，还是可以拿。现在发现 dash 其实超级好用。真的假的？好，过了。就要选址，意义何在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要往哪里走才对？先把这些打掉，多烦啊！这边到底应该是哪？也飞不上去。这里。这是一个机关，爆哪边的？是那里的，然后去那里看看吧。checkpoint。再往下打。对，可以跟 checkpoint 说话。然后还是不会帮我补血，我以为说话会补血的。下去。多滚。这是什么？
哇啊，是厨师，太棒了，又可以加血了。嘿，这是披萨。耶，回满。要跟那个家伙打。不管。这个啊。虽然我也不知道救这些妖精的意义是什么，但是救就对了，能救则救嘛。好了，他还帮我打掉。Thank you。完蛋啦，这边要重新。嘿 ,checkpoint, 嘿。差点掉岩浆里了，哇！嘿，啊，那弹一弹是很烦啊。好，打倒了。啊，没事了啊！走开！不是吧？受不了！轻松打掉，在中间，在中间，在中间。啊！让他们飞起来，跳，好，过 ，checkpoint， 啊，对，怎么可能会没有呢？怎么可能会没有呢？这两个，跳比较高一点。哎、欸，可以打死吗？哎、欸，可以，我也打不死。我懂了。
懂个头啊。嘿，我在这干嘛？嘿，好过，这边也是一样把它打掉。嘿，插到最上面，想要淹不到。啊，哦，哦，那是会挡到的。好，没关系，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嘛。慢慢的从失败中学习。骗谁呢我？我快发疯了。嘿，啊，啊。呀 ！Dash， 跳上去！啊！啊！啊！哦！我在干嘛？天哪！跳跳跳！啊！这一段路也太……啊！天哪！啊 ！Surprise, motherfucker！我还会撞到。啊！我那。啊 ！No No！ 哦，原来有东西，我还以为是因为我的。屏幕跳了一个新视窗，它卡住，眼睛也坏了。啊！啊，先把下面这些怪清掉，烦死了。嘿，好过。Checkpoint， 耶！哦，不是吧，不是打王吧？我的天哪、啊，烂披萨怪，它是一个披萨！不、哦，我最大的噩梦不要是披萨！哦，他也跟我一样吐槽了，你是披萨吗？我天哪、啊，他是半披萨，他老爸是披萨的意思吗？哇哇，不是吧，太恶心了。好，这用 dash 解决它。
有电池真是猛啊！哎，一次过，太棒了！电池无敌，电池无敌，一次过 ，yes！ 成就解除，披萨惩罚者。耶、yeah, 超猛哇，又会了新的招式了，我可以射披萨酱，披萨酱番茄酱吗？披萨酱还是骑士、哦、我可以吃啊，不能吃，还是哦，可以吃，可以吃，没错，但是热量太高。哦，不是那个荧幕，好，好丑。啊，总之得到新技能，然后过了关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按下影片底下的喜欢并订阅我，来支持我做更多新的影片哦，期待在下一部影片与你们相见，我是欧莫达，拜拜。